是我们要来拍，现在的玩家哦，在匹配模式中，你都会拿什么武器？大概，反正就加点开心，因为我也想不到要拍什么。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对，如果有需要我帮忙测试或是宣传，可以去我的粉丝团那里。对，那个置顶贴我那边可以留言，我看到的话有机会我会去测试一下，玩一下。他们回来了。我就可以拍得出来的话，我就会把它拍给别人，然后上传。大概是这样。哇，这个六，看起来已经是玩直接玩的。红豆，大红豆。哇，超想要这把，下次 S 一定要搞到。终于换我们上场，只是不知道拿什么。这局要打僵尸哦，僵尸是没杀了。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普通僵尸，因为我要刷成套。哎，靠北！加六双，红豆死了，是加六的吗？还是不是啊？应该打对这个敲击。哎，这样有抓到了，刚都没打到抓了。哎呦，有要跳的，他失败了。啊，傻笑。啊！现在大家都是拿那种刺血啊，什么好没有干这种。丢！哇！下面绿皮也有人中刺血，棒！真棒！凑过去就打一下。毕竟人多的图，我是觉得不太适合那把禁卫军。来了！操！白痴！他不取我的信任，就这样。可以他要死他死他死他死死喽！哎，干东西这里，好吧，几把？哎，灭了灭了！僵尸真恐怖。
现在僵尸的枪啊，对吧？不是僵尸枪啊，人类的枪啊，跟僵尸的数值啊，都超高。人类武器伤害很高，僵尸防御很高，血量也很高，扛击可以。算了算了，不讲了，太扯。但是其实也还 OK， 因为大家都是熟悉的。都没有搭到，是蛮悲剧的。哇，路过那家大家都是手持铁一扇，那个市场，枪也能有也到，复古型武器。哎呦，再往前多少钱就多少钱好了，不然能轰下去不得了。哦，哎呦，在干什么？哇，这个玩家算，应该是新手玩家吧？拿那种枪，这玩家怎么拿的？拿来 TK 的，哇！我靠！王牌，王牌左在上面就不用玩。辛苦啦，杀死什么张学友？被你杀拉菲吗？妈！像我这种枪，两个都不算。既然能带，还算是很大。有，还有，还有。哎呦，怎么拿出了下来？对，是，应该就是奈夫开枪，还没有，右边上面有奈夫上面，他们掉下来，看一下，好，没有掉下来，那我们就知道去抓这上面，有，看起来不得了。一个人吗？一个人，到人家代赛，狙到我，再看看，哦，这个也不错，他不是拿什么高科技的王牌啊，捷径，应该比较少人有吧？干，蜘蛛武器就不一样了。
抓到了，有。直接下去都要秒，秒上火，我就灭掉了。然后不要哭最后一局，我们对最后一局。现在玩家大概你有看到这个是匹配房，所以大家枪就会拿得完，拿的枪就会比较凶，都要赚。应该不是为了当掉分子才来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干靠超屌对真是好恶心的武器啊大概将点沙拉沙拉去过现在在练这个沙拉我还要被敲死，这一定要脚被敲死。上去就被敲死，超完美的进场。结果死掉了。好，打出去。好，今天结束，各位，拜拜。